减肥广告，这里的人好胖啊，怪不得减肥广告到处都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对，进去看看。喂，快醒醒！喂，别睡了，看来又是个叫不醒的。咦，这里怎么没人？房间啊，咦，这地方真不错，怎么没有服务员？先生，您要点什么？我有点渴，有可乐吗？啊，可乐来啦！哎，真有趣，真好喝。够了，够了，我肚子都胀了。真舒服啊，最好再来点音乐。这算什么音乐？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快停快停。还是看看电视吧。小
肖胖玲，肖胖玲，只擦一次一擦就灵。肖胖玲，肖胖玲，只擦一次一擦就灵。哎，真没劲，关掉，关掉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。哎呦，我好累啊。哎呀，还是睡一会儿吧。这是谁呀？吵死人了。哎，烦死了。哎，正常啊，那他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也许本来就没危险。我也饿坏了，怎么就吃不饱？哎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哦，有了！我的脚！怎么回事？快把他抬进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把他抬到床上去。好，来。快拿清醒剂来。来了。我怎么了？刚才你昏过去，现在没事了。医生，那位自杀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你问的是他吗？请问你为什么要自杀？自杀？我凭什么要自杀？今天早上您不是在白天鹅饭店用毒气手枪自杀的吗？那是酒枪，打不死人，只能让人醉倒。这可真是奇特的新闻。请问您叫什么？我叫莱克。请问莱克先生，你为什么朝自己打枪？我受不了像打雷似的鼾声。这么入耳的鼾声您受不了？这可真是特大新闻。这可真是怪事儿啊。这是减肥巧克力，我吃过许多减肥药，这种最有效。我用不着，您最好也别吃。不吃就不能工作了。您打哪儿来？魔方大厦以外的地方。体重多少？40公斤。太巧了，我比你整整重3倍。你吃过减肥药吗？那玩意儿我可没碰过。爆炸性新闻，爆炸性新闻，在医院
急诊室里，我采访了一位体重只有40公斤、最怕打呼噜的先生。这是怎么搞的？这椅子也会打呼噜，真讨厌。他就是他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博士请你去呢。他是谁？他想干什么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不去。对不起，快走吧。我不去。欢迎莱克先生，请进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叫李奇友博士，我是从报纸上知道您的一切。你找我来干什么？研究研究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本中心聘请您为减肥研究员。减肥？我可从来没研究过。这没关系，您只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就行了。这可以。那好，请您先脱裤子。啊？什么？莱克先生，请您先过磅，称称您的标准体重。那好吧。您的体重是38.5公斤，请穿好衣服到里面去。莱克先生，请进。嗯。莱克先生，请坐。请问您每天早饭吃什么呀？馒头、鸡蛋、牛奶。午餐呢？一碗饭，一盘菜。多少盎司，或者说多少克？我没称过，就这么大个碗。就这么一点儿。对。你喜欢吃糖吗？喜欢，可我妈妈不让我多吃。你吃过什么减肥药才控制了食欲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莱克先生，你的话是否诚实？现在请专家们审定。不不，我讲的全是实话。莱克先生是否长期服用减肥药啊？评委会是我城最高权力机构，莱克先生，您看到了权威人士的裁决，快把减肥秘方交出来吧。没吃就是没吃，更没有什么减肥秘方。他不肯交出秘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们这是不讲理，不讲理。莱克先生，莱克先生，你好啊。哼，我是向您道歉来的，因为我的那篇报道给你惹来了麻烦。我相信你没有吃过减肥药。莱克先生，莱克先生，怎么？快出来！啊！莱克先生，莱克先生。你想干什么？为了弥补我的过错，我想为您做点什么。你能帮我离开这里吗？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啊，在上面，他跑了。这是你的手枪，还给你。哎，这枪怎么在你的手里啊？我哥哥是警察，他很同情你，让我把手枪还你。谢谢你。咻。这是怎么搞的？我们怎么离开这个大沙漠呀？没有飞机，我们还有腿嘛。可我走不动啊。要活命就得走，我去看看飞机上还有什么能吃的。吃的东西在个旅行袋里。知道了。哎，哎，
这里面的东西够我们吃半个月的，可这是我一天的干粮哎！现在我们都得省着吃，快走吧。哎呀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得睡四个小时的午觉。不行，我们只能休息半小时。哎呀，那可简直是要我的命了。你要明白，在沙漠里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啊。你也睡一会儿吧。不，我不睡。你能打会儿呼噜吗？啊，要我打呼噜？没有呼噜声，我就是再困也睡不着觉。嘿嘿。快起来，别睡了，半个小时超过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是小树林。哦，太好了，快走。瘦下来，我的肚子饿坏了。糟了，我的包丢在那边了。哎呀，这回真的要饿死了。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吧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山顶上有座小房子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就可以饱饱的吃一顿，美美的睡一觉。那么高的山，我爬不上去的。能和狮子赛跑，就一定能爬上去。快走。好吧。哎。下把劲啊！往上爬！终于到了！啊，天鹅餐厅，这是个小餐厅，太好了！我们快点进去，好好吃一顿。这怎么没有人？我好像瘦多了。对，你瘦了，瘦多了。我真的瘦了吗？不信，那有秤。看看我有几公斤呀！你轻了20公斤，20公斤！哎呀，接下来我妈妈也要认不住我来了。哎，我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是不是减肥秘方？对，不贪吃，不贪睡，多运动。二位真是稀客，想吃点什么？你们这个餐厅建在山顶上，真是个伟大的创举。哎，我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意了。别着急，我看你们很快就会有转机的。把店名改成减肥餐厅，再增设舞会、健美等项目，保你生意兴隆。哎呀，多谢二位指点，今天请二位免费用餐。哦，我们有急事得马上走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特大新闻，特大新闻，一女记者手工做减肥秘方，减肥有奇效，快看报，快看报。
怪兽呢？哎呀，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呢？莱克！